削弱什么你玩什么，削弱了也狠呢。哎，我知道一个能让我在走路的时候不被绷带绊倒的办法，你们想听吗？真可怜，让我抱抱你。还有15秒了啊，现在就50%的中奖概率。谢谢又碰又手又回归，改名能中奖，感谢啊，谢谢谢谢。1/4了变成，谜语龙骑士牛牛1/5，感谢城南1/6，1/7，哎呀我天哪，1/6啊，我们去找上波10来个兄弟跟着抽奖，这波就6个。我阿木木的愤怒，进服了不起啊，进服了不起，尝尝我的头硬还是你的拳头硬。我意你一下，吃药点点意，致命点炎闪现平 A， 小伙子哭哭，我就想问问这阿木为什么不用手打人，要用头锤？那头不疼吗？咱又不是没长手。先来个小反甲，手绑上了，怎么绑上了？这没绑上，这不手吗？脚这么大，头这么大，手那么小，真让人头大。为什么霸王龙不用爪子挠人？那霸王龙确实是手有点短。再说你怎么知道霸王龙不用手挠人呢？你见过呀？那侏罗纪时期又没有人类。我舔，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小伙子，打一架，这你不没了吗？来打来，就硬打来，舔！我头锤！怎么老差200块钱呢？差100，总差这100块钱，放过我吧，行不行？别差100了，行不行？好吧。干嘛呀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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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跟你玩。知道一个能让我在走路的时候不被绷带绊倒的办法，你们想听吗？先来个小日炎，哼，你想听？给你说一个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
让我抱抱你，让我抱抱你，让我抱抱你。这波我们马上升六，但是他不知道，知道吧？直接跟他干，我们突然一手升级，他就傻了。点点炎霸住 A E 平 A， 我操，他也升了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小伙子，你是真不怕死，我发现，我这不舔你，你不死啊？中。嚯、哦！舔，哎，控死！先别近身啊，这波塔皮应该不会没，我觉得。插个眼儿，吃两层塔皮，回嘎了。这要是阿木木攻速达到一定境界，这个脑袋应该是一直磕头拜年了，那盔甲都歪了。我看看要不要先出个皮孩啊，再把对面阿卡丽卡杀。不行，先出水银孩不合适，我们还是得先日炎。兰德里，你看我像兰德里不？这碗猴干啥去了？别怕猴，我就在你旁边。哎呀呀呀呀！等会儿啊，这梦魇是不是来了？哎呀，我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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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……哎，擦！他居然把我大给我躲了！哎呀，我这小子，正好我两个技能给我全躲了，你知道吧？哎呦！这不应该呀！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他正好把我大躲了，他要没躲掉我的大，我就能把他杀了。我们的大招伤害157，没大住他。好小子，拆我的塔！好小子啊！好小子，好家伙！我直接好家伙，你不死，预判失败。来和我玩吧。你要狠你就再来，小伙子。完了。哎呀，我舔，往哪排队？我没太理解，往哪排队？嗯，从哪开始排队？50块钱应该够，我们正好日炎。
现在我们已经无敌了，如果梦魇下边再敢来，直接全杀。哎，虽然阿木木的大招冷却时间有点长，但是为什么我丝毫感觉不到这个英雄冷却时间那么长呢？就感觉他的大招好像随随便便就会好。这不挨手舔 KDA 的小妹妹 KDA 的小妹妹 KDA 的小妹妹小妹妹，给我跳个舞吧。你干哈呢？给我打死这个梦魇的，今天不给我打死他肯定是不行。我们打着晚豪应该能打过。跟他站一块儿啊，变跟刀锋站前后脚，站前后脚这小子呀就能给我们晕了。舔，哎呀，哎呦兄弟。这波别回头啊，正好跑了，然后把我舔给我躲了，把中路守一守，这老猴，我们把上路推一推。我就吃个塔皮行不行？别这么意外。蓝没了，回家。先来个水银之靴吧，先来一个啊，来个红宝石。出门我们先打个蓝。舔，我马上到啊！坚持住，兄弟，往我这走来。怎么跑右边去了呢？不能找点好的地方跑吗？哎呦！这真的是很怕怕呀，是很怕怕呀。往哪走呀？那好走呗，杀着板猴。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呀，我还能让你们都给跑了？来走呗，走呗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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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呗。你走你来个腿儿，你走个蛇皮，你还走？往哪走啊？走上位了，跟我俩。赶紧过去舔一手。把兵线推了，把塔拔了。怎么不显示技能伤害？不知道啊。你们有人知道的吧？有人知道的，可以给他调一下。
其实我本来想杀那阿卡丽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打着打着这碗猴就没血了，被我烫没血了，就全出肉就得了，反甲自然之力，按 safe 的，啊，按完了，按 safe 的了，按 F，F 也不好使啊。我看谁走呗，我看谁在那里走呗，我看是谁呀，这是谁呀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我铁头娃站在中路就没有人敢动我，一他一下，来来来来来，救一波救一波救一波，把药吃了啊这个梦魇很喜欢在这打呀，先把梦魇杀了来，再杀卡莎，舔呀，没舔到，哎呀哎呀呀呀呀呀，还以为你很结实，快回来，嘿，快回来，嘿嘿，你快回来，我靠，真能抢，花力护哨，我打死他，兄弟，这你都没打死啊，打死他，打死他啊，给点作用吧，啊，来点作用吧，猴哥，设置里关掉战斗文本再重开试试，战斗文本搁哪呢，战斗文本哪个是战斗文本？我们去找点朋友吧。恶魔之拥肯定得出，别着急啊，等一等，我们先去打个蓝。这必须得打个蓝，要不然蓝肯定是不够用。哦哦哦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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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追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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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追！往前追！假装杀这个，其实回头一个舔，上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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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，上只木乃伊上了，哎，木乃伊上了，不行了，来点作用吧，兄弟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嗯，W 的队可以，还剩个碗猴了，没什么东西了就。把塔拔了去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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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，哎，我有队友，你有吗？啊，我操，这么痛啊，哎呦，这阿卡丽打人好疼，恶魔之拥，来一个，
那一个抠没给我抠死。先来个小棒子吧。猴没大上啥呀猴，我们先把阿卡丽杀了，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了。他们家除了这阿卡丽，其实其他人打不太动我。阿卡丽还是有点猛，我们可以尝试一手大龙，兄弟们。我打大龙老快了，就杀他啊，别人不杀。谁跑？哦，这梦魇打我是星石的罩啊，我以为他自己的罩呢。这玩意儿容易看不出来呀、啊、这。哎呀他把我背回去了，走呗。哎呀点燃我，那没办法，给我们点燃了。拆了吧。我一开始以为那梦魇自己开的罩呢，我都没用罩。哇，这阿卡丽有点厉害啊。猴哥你想怎么样，你给我打死他。漂亮猴哥。哎呦这猴。把这个水晶瓶卖了，咱再来个大腰带。看谁能打得动，先去打个红吧。阿木木死就死吧，这英雄就是为了死才存在的，知道吗？我们没有撤退可言。先把这梦魇杀了，刀锋死了，可以大龙啊，来呀。来呀来呀，我打得很快的，你瞅那大龙掉血掉的我这个百分比掉血打着大龙老快了，那恶魔之拥确实能单挑。有些兄弟说没改版之前能单挑，说实话现在也能单挑，只要20分钟有恶魔之拥跟蓝 buff。 哎，其实恶魔之拥都不用，一个日炎加个蓝就能打龙。1250差100块。来人了，来人了，来人了，先跑一下。人有点多，这帮人小龙也不要。哎，你这真是的，搞什么呀这，精神病吧这。全是大招啊，你这卡莎
刚才把大放了没大了怎么整？晚豪也没大了，梦魇也没大，剩个阿卡丽啊。这猴还真就打不过这阿卡丽，哎呦我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可血战斧蓝刀锋，哎，我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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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，勾引一波。我看见麻子走来，哎，我看见麻子走来。回头放，救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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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我操，这给我打的！再来点什么呢？再来一件蓝盾吧。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要是这中塔守不住，就别玩了，行不行？那阿卡丽都死了，晚豪还没大，泽拉斯又没蓝 ，ADC 又没用，把这杀了，随便打嘛，对不对？石像鬼还可以。正好他们所有的人全部都打我们，我们来个石像鬼，啪嚓一个大盾，可以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直接推，我马上到。那小阿卡丽就打阿卡丽啊，别人不打。我让你一点用都没有，打我，你打得过我？给我追上来，甩！这家伙，兄弟，我帮你舔呢。阿卡丽死没死啊？阿卡丽这都没死啊！猴回来一下，猴，他没大，没事，还可以。小黄毛，我帮你舔他了，哎，一下就可以了 ，nice。套我点盐，剩个梦眼儿，走，不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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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我是婷婷。我们这是要去哪？我们上来就让这阿卡丽废，就没有用。咱们家这团就输不了，哎，上来让他先没有用，知道吧？我们这是要去哪？先来个小军团啊！我们家还有个红的，还有个蓝的，没关系，我打一个我们家的。等我打蓝，等我打蓝，我蓝没够。就都妈的呀，就都妈的呀，兄弟们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！刀锋去拆家去了，
我这猴这么猛，这猴，哎呦我猴，再打一个，哎呦我老猴，有点东西啊老猴，人家打团你打蓝，那我蓝不够啊，甜，让他给跑了。猴，咱俩二v五，怎么样？接，来啊！接，画，发，我杀他。救一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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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俩杀我！杀我！给我杀！这卡杀不死啊！哎呦我的天哪！一换四，一换五。哎呦我，飞哪去了？二换四，还行吧。杀你怎么了？杀就杀了呗。杀了又能怎么样？杀了又赢不了游戏，真是。随便杀，啊，随。